这里是百合花，通信状态良好。穿越时空的移动装置，竟然会有返老还童的功能。如果你还需要适应训练，就通过教程来学习基本的功能吧。 我的腰，暴风雪又要来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很难再看到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，我就打心底里高兴。
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，我就打心底里高兴。好像还没适应呢，我们大家都对你有信心。玷污女神之光的魔物，总有一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神圣骑士团是女神的盾和剑。有什么事？圣地的魔力正在逐渐减弱，
有什么事？圣地的魔力正在逐渐减弱，这人
有话要说，那就赶紧说。魔法的根源是蕴藏在自然之中的魔力，请用心感受魔力。看来你需要帮助啊。那里的天气很冷，要注意身体。你好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找到了需要的东西。
你今天看上去精神很不错嘛。这里非常。
有什么事？圣地的魔力正在逐渐。古代人的后裔先知出现了。她外表虽然是个柔弱的少女，却可以凭借阅读未来的力量，指引你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。但是，邪恶势力妄图利用她的力量，将世界带向末日。可怜的后裔们呐，去拯救她吧！这同时也是在拯救你们自己。幸好你看起来还很健康。有什么事？圣地的魔力正在逐渐减弱，真让人担心。
Thank you.
안녕. 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嘿，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！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！冒险公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
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真想去看一看。神圣天堂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偶尔，我也会想起生命之树。再见，我会一直待在这里，因为这是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再见。
去。我在这里继续监视伯父的动静。小说神圣天堂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真想去看一看。神圣天堂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你好啊，真想去看一看。武器要永远保持锋利。嘘，我正在倾听风声。再见，我会一直待在这里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关于文章的事情，都可以来问我。
你知道什么呀？안녕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再见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下次光临。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这么好的东西很难再看到了。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？看起来精神不错呀，孩子。武器要永远保持锋利。嘘，我正在倾听风声。再见，我会一直待在这里，因为这是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。嘿，是充满激情的你啊。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
直说，别拖拖拉拉的。人类这个种族，真是让人无法理解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哦，欢迎光临，我叫戴卡德，绰号小黄。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
你好。坚持，不放弃，才能看到最后的胜利。坚持，不放弃，才能。你好，找到喜欢的东西了吗？神圣天堂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真想去看一看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你好，别忘了伟大的驾驶员凯文哦。有时间闲逛的话，还不如过来帮我修理飞艇。还要让那些魔物嚣张到什么时候？빛의축복을
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再见，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这个世界上不光只有好人，你不要对任何人。通信状态好像不是很稳定啊。希望下次你能带来好消息。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老师。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你好，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驾驶员，等着瞧吧！别忘了伟大的驾驶员凯文哦。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天空中也不一定是安全的，还要让那些魔物嚣张到什么时候？Thank you.
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很久没来光顾了，想找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只有努力的人才能成为有钱人。
闪开。兽翼变生疏了吗？汉尔杰塔，站！彼此彼此，你好像变生疏了。站！刚见面就要分别，真遗憾。你在看哪儿呢？闪开！你好，坚持不放弃才能看到自己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黑暗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还没有打听到先知的消息吗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
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天空中也不一定是安全的。是充满激情的你啊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让我们一起去屠龙。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很难再看到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还要让那些魔物嚣张到什么时候？你看上去精神不错嘛。这里的状况真的是每况愈下。不到修理飞艇的部件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飞艇是前往神圣天堂的唯一手段，
又见面了，人类。再见，小屁孩。
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，别忘了告诉别人，这世上最好的铁匠就是我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再见，小屁孩。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，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